KBS 魁违8年，精选港剧浪潮强势回归，闺蜜反目。这次妨碍你的人是你的好姐妹真心。我得不到的东西，她也别想这么轻易得到。家族纷争高潮迭起，马家没有一个是好人。我现在就跪。而我就是最接近这个权力中心的人。是她一手害死我吗？害我变成孤儿的。即将燃爆您的周末夜晚，锁定每周六晚间10点，家族荣耀只有在 TVBS 42频道。